今天给大家做一款牛油果烧饼的寿司卷，我们抓少量的一个寿司饭，半张紫菜铺至均匀，边修整齐。现在我们在上面撒入一个黑白芝麻，发过了，我们在里面放入三文鱼，牛油果，现在我们把它包裹起来扣进去，料把它扣紧，然后转过去往后推一下。现在我们拿竹帘定型，两头收一下，好，放几边。现在给再给大家做一个拉斯维加斯三文鱼爪，同样半张紫菜，放铺至均匀。翻过来，我们在里面放入牛油果、三文鱼。我们先把它包起来，竹帘定型。现在我们在上面给它铺一层三文鱼，拿出竹帘定下型。现在我们把它切掉，对过，现在拿出一个盘子，我们把它摆入盘中，对过，这样的话我们稍微的可以在上面给它撒点点芝麻，这样的话一个三文鱼牛油果的一个寿司卷已经做好了。下一期老铁们想看什么样的一个寿司制作，评论区我们聊，作品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